我知道你喜欢我，那好多人都喜欢我呀。见什么见？抽空见面什么意思呀？你当我是厕纸，你想抽就抽啊？我没空。我刚一直在这儿，是你没看见我。男的都这样。是刘叔女儿同学吧？她今天过生日，你怎么不跟他们去玩？喜欢热闹，是我生日，我不喜欢吧。生日快乐。